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力哥，我现在在飞扬通天地市场的大门口这里啊。这市场每天都要来淘机，也是华强北最热闹的二手市场。我们进去看一下啊。这是 iPad Pro 2018款256插卡版本的灰色，成色有98星，可以插卡，也可以用 WiFi 上网。北京的刘同学订了，感谢支持，准备上大学了，这台是拿来学习用了，之前这一款一直都没调过价，将近一年多，新款上市也导致它调了好几百，市场啊现在是4400哦，64G 的 WiFi 才3600，市场就可以拿到了。这台是 XS Max 256的，美版三网无锁，直接插卡都可以使用的黑色，这台是完美成色，机身没有磕碰，也没有划痕，美版是单卡，国行港版是双卡，其他的一模一样。上海的何先生订了，感谢支持。3000出头的价位也是非常多人选择的一款，虽然是老款旗舰机，再用个几年也不会卡顿。市场呢，这台是3200。这是苹果8 Plus 64G 的，美版三网无锁，直接插卡可以使用的，金色，成色是亮机，轻微二手显影机。这是我一个湖南老乡罗先生订的，感谢支持。他小孩马上就要放暑假了，这台是送给他小孩子用的，市场呢是1500，这价格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。8P 拍图片视频都非常清晰哦，打游戏也不卡顿，还不错。这台是华为的 P40 8+256的黑色 5G 版本，亮机成色，中框1.0小瑕疵，正常二手显影机。这是湛江市的梁先生订了，感谢支持。华为全系列都有点上调，由于可以升级鸿蒙系统，也受到大家的喜欢，市场拿至3850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